次非常难过，每次走到这儿，我真是心里的确难受。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侯家镇。2018年1月6号清晨，就在这个水塘，村民江斌泉遭遇了最难忘的一次经历。侯家镇气温低至0下，清晨7点，江冰泉和弟弟江红艳准备去工地。与此同时，同镇的赵小云也正开动他的车出门办事。他的车内除了自己，还有4个人，他们分别是赵小云的母亲、女儿和侄女、乡亲何林华。我带我母亲去看病，她有肩周炎，她那个手膀比较痛，里面有2个小孩，有我哥哥那个小孩，把他们接了之后，然后在侯家小区接了一个人胡林华。不料车还没有驶出侯家镇，就出现了意外。刚坐的车上去，只是50秒钟之内，50秒钟过后就那个咚就把喷了哈嘎。当时看到，当时那下的雨很大，看到水面那个跟那个公路好像是一模一样的，就看到一条沟。赵小云的白色越野车直接冲出了这个Y字形路口，掉进了水塘。喷到我就飘在那个位置，不晓得你啊，那个在车子的也没亮。我当时嘛，我说有事在我们的前头这儿那个房子搞，那儿我有水管子整破都整的响哦。他骑过这个路口，我们回过头一看，跟到那儿搞，回过头一看，电灯的一个红色的东西，我跟那儿搞，急匆匆忙忙跳下车过后，到护栏边一看。电灯里面是个白色的越野小车在里面，我就喊他妈开车门跳，开车门子搞下车。我说你要水怕噻，我说你要游命噻。我在电灯里头扶起嘛，别带水车子死到墙上。事发时是清晨7点，太阳还远远没有照到这个山区的角落，当地居民仍在熟睡。此刻只有江家兄弟站在岸边，他们的决定是落水者是否能够生还的最后希望。在1分钟之内，我们头都撑不起了，大概水就淹到这步的位置了。大二娃子把车门子打开，把他女子提下去了，就是我三个在车里头。短短2分钟，冰冷的水迅速灌满了车内，整个车身只剩下后备箱还露在水面。司机赵小云把自己的女儿先拖出了车外。当时不是我们在岸上已经看到了，一个男的把那个不是把那个小女孩往起走嘛，他脱衣服，我也脱衣服。当时二哥第一反应，他说：“你弟弟，你莫，你先别往下去。”脱了只鞋都顾不上，我听里头在喊救命，心里反正就是假一样，咋敢下去？这么冷了，咋敢下去？心里就是这种的想法搞。浮到1米的时候，这个衣服裤儿啊，已经水就钻进去外头了。那个时候直接啥子，汗水刺骨，心脏直接在萎缩。我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江冰泉，然后从水里面游过来，把我的小女孩然后救上去。我气就把她的头发辫子抓了，只是想把她高高的举起，怪她回口水。这个时候我可能将把那个小女孩啊救过来的拉着手的时候，车已经全部沉了。此时的江斌泉兄弟并不知道车内还有3个人，当他们
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？那个女子就提到说：“婆婆，我该不来哟。”她说。这是汽车沉没前何林华听到九岁女孩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不该，我二天再也不坐车了，我再也不来了，不坐车了。她说。何林华已经来不及害怕，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她拼着命与死亡做最后的抗争。我看到车子那么往下刹噻，后备箱没开，没出来噻，我脑壳就冒就往后备箱挑嘞，挑到后备箱去，我看到手机按在那儿，我眼睛就闭得不敢睁，我这纸死了噻，那水就缠完了噻，纸是钉的，它这点儿没沉了嘞。当时我看到他把驾驶员拉过来过后，他只是冷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我问他我身体咋样，他是兄弟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还抢门来凑合。我心里第一反应，我说光靠我俩兄弟能干，我估计是还不够的。哥哥下水救人期间，弟弟江红艳在岸上呼救，渐渐有村民参与到这次救援中来。在成功营救两个人之后，江斌全精疲力竭，可是突然传来的呼救声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上去可能也只是大约也只十多秒嘛，在岩洞当中也只是传来一声扑通扑通的下水，哎，他也只说救命喽。他的他已经没力了，他最后就挣扎了，也就是。此时此刻，江斌全的选择是一次赌博，面对水中挣扎的生命，他手中的筹码只有自己。我心里在想，这次去还会得到不？当时我感觉到他肯定是不能再坚持了。那天早上是零下-4度，那么他下去上不来，我想的，那么在他的一个等个压力上，咋得了呢？我就这个担子放给水呀。二哥，他毫不犹豫的又下去，快下去。最后下水的一次，就是也就是说他在他心，哎，冷呐，其他没得啥子，冷的人感觉的肌肉、心脏都感觉到萎缩了。这个女的也就是说白了，就这个鼻子啊还在外头了。哎，如果是十几分钟，这个女的就撑不住。再次跳入水中的江斌泉，就这样给了何林华活下来的机会。纵使江斌泉在危急时刻不顾一切的营救令人感动，但他的勇敢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在车辆下沉慌乱的逃命过程中，司机赵小云顺手拉出的是自己的女儿，难以想象她将如何面对哥哥和父亲。我当时觉得车里面还有三个人，应该能够救起来吧。旁边很多人都在救人了，当时我打电话问那个村民，他就说他说车里面还有两个人没救起来了。这个就是我妻子照片。你自己当照片那个子是吧？那个时间可能是在50岁照的吧，50岁。相濡以沫40年的老伴儿离去，已经让他难以承受，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九岁孙女赵静的死亡。小女孩从小就因为父母离异，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我你问他，我从来没问他这个是咋个出事的，咋个出的，咋个的，我只问他，我说你开车是咋开的，我只问那个的话。哥哥回来他也很难过人，想着他的女子也不在了，躺在那个地方非常伤心了。
出事之后，作为父亲的他迅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赵小云和哥哥赵耀云的关系一定要妥善处理，否则这将会给本已破碎的家庭致命一击。因为是我们家自己娃儿干的些出了事情，你晓得哪个？当时我是跟大儿子，我说那个家庭，你赵耀云赵小云开车呢，但是也出于意外的事情，就没得啥子责怪的意思，我说没得。现在很难受。这个照片还是在云南那照的，在云南。我说你说实话，陈小林，一般的，比如我们现在煮饭都有法了，煮饭啊，扫地下啊，收拾家里那些啊，那些有法，基本有法了。你说是当时晓得他就是我是可以多安排人吃的，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事情。厄运给赵小云一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但是不幸中依然有万幸，幸亏有江家兄弟在危急时刻的出手相助，给了他们些许的安慰。然而对于江斌泉来说，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丝抹不去的遗憾。这条路我经常走，一天走两三片，上班的时候啊，走那里就得开始看羊塘里的水啊。我到现在不敢过羊塘那儿嘛，说这个人不过羊塘那儿害怕。说老实话，还有两个人没救起来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对死者，我每次带这儿来，都给他们抹个哀。在侯家镇，江斌泉跳水救人的事迹家喻户晓，也得到了老乡们的夸赞。但唯独有一个人对于他当天不顾一切跳水救人的行为感到些许不安。当时我听到他那种救人，但是我一下子我就懵了，就是脑海里就一片空白，就胡思乱想，就想到他下去救人了，万一他有的哪么样，我的大家子怎么办，心里想的真的很复杂。他那个人想事情简单，做事情也不想的想到后果。就比如你像个救人没得词救那个人，他考虑也不是很周全，比较粗心，我觉得他就没想到我们的家子，还要依靠他。50岁的江斌泉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妻子常年多病，江斌泉只能在老家周边打点零工。膝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尚未成家。就在上个月，江斌泉的妻子何姐接受了一次手术治疗，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花光了大部分积蓄。我家就是好了，我们是吧？家里那你那个就是术后总的来说恢复情况还可以，就是你营养没跟上，有点脚怕手软，那不行。江斌泉的妻子何姐因为常年多病导致身体十分瘦弱，现有的家庭条件也让她对营养品不敢奢望。我每到去看病的时候，反正医生都这样说，营养没跟上，但是我就在我这个家庭来说，我觉得他也尽到力了，有些方面我也不要的过于的要求，但是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就是有饭吃没饭吃，有钱花没钱花，他都比较很乐观，他不在乎那些。这是他们结婚30年来仅有的两张合影，当年何姐就是被江斌泉这份乐观和善良打动，虽然日子清苦，却也过得十分和睦。江斌泉和妻子何姐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现在都已大学毕业，在外打工。何姐刚刚进行了手术，小女儿江秋梅赶回家看望母亲。女儿江秋梅对父亲下水救人这件事并不意外。就是当时听到我爸救人这个事儿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也挺正常的。我爸平时生活里就是一个比较喜欢乐于助人的人，说谁家有什么事的话，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，你叫的话他都会去帮忙，或者是他看到了别人没有叫他的，他觉得是别人需要帮助，他都会主动去帮忙的。
如今江斌全与何林华的关系从陌生变得熟悉。江斌噻还是可以的，等于我们的命都是他捡回的，全部都是他救起的。他不是他的话，我们五个也就死完了。他那个人是非常恶意，因为是寒冬腊月高，他能够舍己救人，在我们侯家镇来说，